大家好，大家看一下前面是什么楼，能猜出来吗？这是温州的第二高楼智信广场，就在它的对面呢，新开了一家大超市快乐购。我上网了解了一下，快乐购呢是温州的一个本土品牌，主打呢就是做这种连锁超市大卖场。本来我是要去旁边的南坛新天地的，然后路过这里的时候发现这里聚集了很多人，所以我也过来凑个热闹。这个超市的前身它其实也是一家超市，是一个大品牌人本超市。这家超市呢是位于地下层的，所以我们从大门进去之后呢都要先下楼梯，然后再进到超市的这个内场。因为它是4月29号刚刚是营业的，所以今天进来看发现里面的人真的超级多，里面的空间面积还是非常大的，然后货物的陈列摆设也是非常讲究。因为它之前的人本超市我是有逛过的，所以会发现里面的是整个的全部重新装修设计过了，可能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，也可能是因为刚刚营业，所以在很多的区域呢都会有这种大的促销。这家超市的旁边呢就是前不久新开业的南坛新天地，是温州一个新的商业综合体。然后呢南坛新天地呢也汇集了很多的商业大品牌，再加上它的对面呢是智信广场，所以这一带的商业的氛围真的是越来越好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记录到这里吧，拜拜。